开始折磨。谢谢兰林汉的飞机，谢谢我自己的飞机啊！我们还差十个送礼人数，大家有大气的，0.1鱼刺那个啊，可以送你送一个。我们差十个送礼人数。A 点点点吃药点点点闪现了，可以直接闪现一点盐，再 A 一下死。直接推啊，把线推过去。回家了。现在我每次回家吧，两波兵吃完总是700块钱，然后差一点可以买一个血那个血瓶，总是这个样子。每回回家节奏都这样，挺烦的。其实买不了那个小药，挺闹心。第二波打大虫子，先不着急啊，我先去查个眼儿。这里有个眼儿，说明扎克在旁边啊。这波我们没有办法去支援啊，直接给他打个信号。兵线小控一手。别打了，我上路兵线没收完呢。别打了。积木来了，点点点 W 六点接 Q。 好，积木把他杀了。这波兵线如果要硬卡也不是不能卡，最后卡一波这个兵线啊，硬卡他一小波。这里头有个眼儿，这是我卡的最后一波兵线了。吃个药来，大虫子看见我吃这些兵，馋死了。他以为这一波我没啥技能啊，没啥蓝量，肯定想跟我打一下子。这个 QQ 的不太好，没扣到他人儿。我们有小饼干啊，不怕。来，直接 EA 再 A 套点盐，吃饼干 W 多扣双扣死。刚才第一个 QQ 小兵了，要不然我能省个点盐。
回家。下路只要维恩没起来，我们就无敌了。那我无敌了。只要这维恩没起来就无敌了，下路给点力。对面这把就GG。他有闪现啊，一 QR 直接转，他可能要交闪 AQ 再转往前闪来，等的就是他这个闪现。我应该要吃塔皮了。这一技能蓄蓄咋这么低呢？打八十点伤害，小兵不算是那个野怪吗？小兵打小兵也造成120点伤害呀。这波红 buff 积木不要，我们把红拿了吧。为什么交惩戒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扣一波兵线，这里怎么又有眼儿啊？这大虫子一直往这草丛里面放眼儿是吧？哎，这个眼儿真是。辛德拉，辛德拉能干嘛呀？空一波。这大虫子上线就要死，我只要看着他了，现在他就已经死了。那 Q 摁一下 S 就可以。 S 不是这样式的吗？不是不动一下吗？ QS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但没有用，控自己一秒。为什么这大虫子瞅不着了？他去哪了？这人呢？还能不能醒了？
不好意思，刚才我把 Q 用了，要不然我能杀他。我这闪现 E 这么远距离直接到这儿，但是他人又没了。让我看见一下，我说了，看见你就得死，知道吧？你仿佛是没听见我说话呀，大虫子。那积木怎么才七级呢？你跟那大虫子一个等级吗？他咋不交传送呢？他是不是传过下路啊？你要干啥呀？你不是想要杀我吧，兄弟？虽然我没有蓝，但也不至于你能这么放肆。先回家出三项，来个水银海。出个九头蛇。13分16秒，还有20来秒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拆得掉啊。希望可以拆掉，剩10秒钟。大虫子没带，那拆了，吃个塔皮。我抠你一下，塔个眼儿，呀，打个蓝 buff。Q R 转起来，八八六一 A Q 再转 ，Q 死，我的闪现咋没有呢？给我下当了！我操，我950啊！我们可是950。我刚先直接闪现走的，然后我发现我没有闪现，我记得我有闪现呢，闪现居然没了。把小龙打了，上路我们收波兵，这没人行啊，敢赶克我小伙子。别的咱就不说了，就干克我这一波，你想想你该怎么办吧。我先打个峡谷，投降了。